姑妈听说我们楼顶种菜种果，今天带着表妹来到我们楼顶参观，看到我们楼顶种的菜种果这么好，赞不绝口。哎，小就唔用买春水嘅。乌龟水淋出，哦，嗰只温南龟几大只？喂饲料没抽，嗰啲地攞个嗰啲缝冲啊，系嗰啲解吹，啊嗰啲土啊，嗰啲米是攞嗰啲木香，但是嘅木最好。是吹头上，个个嘢吹头，啲是嗰啲吉子阿索阿索你好添啊，讲先，咁吉咯，诶，可能红林橙，有几只果位吓，嗯，就是攞啲吉子啊，嗰只吉子索，上吓嗰只，嗯，喺这里，我唔咬肉啊，唔咬肉，吹皮个，啊，你试得，个个嘢啊，兜嗰只人参果，人参果，你又见过人参果，见啊，诶，嗰只咧什么，诶，番葵荔枝。唔是，翻鬼荔枝是，哎我偷翻鬼荔枝未啊？搞啊，嗰啲位啊，嗰啲位，后位啊，你真果啊，本人都未见过睇嚟只咧，掹生果啊，掹生果，睇嚟只诶里头当果冻咁样咁黑咧，甜甜我问大黑果好贵个林蔗，好似林蔗乜啊，跟我啲嗰啲果啊，个兜呢你拣好，次次嗰啲翻荔枝是嗰种十间咯，嗰种都是有啲是系啊，嗰种。佢哋搞得咁贵哦，但系个心机得啵，个瓷樽做是小葱做嘅，诶，瓷樽大，瓷樽高，瓷樽高，贵到等佢冇供啲葱啦，好嘅。就是嗰啲包得啵，啊，包到佢咪有葱啊，嗯。诶，搞红包最行刮油包，专门就是卷葱葱多。就视频你做。阿姑，诶，搞诶丝瓜。丝瓜、苦瓜，成日都偷，诶，都偷嘅啫，得丝瓜温度又是偷，就得够清噶。嗯，阿陈家我喊表妹，即系偷法，你知啦。偷我都啲水啊。嗯，但系今年就攞啲乌龟水淋咯，嗰啲啊。哦，十杯又得，好，可以。嗰只捞蛋又宽广啲，嗬。啊。狗啊，见我咪谂住夹冇底咯，假招去吹下啦，封片咯。诶，封片又封心软，轻轻啊，嗰啲花语花语轻话，都饼果成好多啊，佢就六七月份嗰时冇咩多，啊，黄金啊，嗱，你嗰只好冇？天热啊，诶，天热见到得，又是求年办一份最低喎，一年低喎，诶，好快，啊，嗰只冇咩甜啊，啊，嗰只。树葡萄嘅，嗰度是嗰啲喺度加宝果，喺度树葡萄嗰啲准备开花嗰啲。姑妈夸赞我们在楼顶种菜种果种得太好了。